那我们今天人在户外呢，因为我们今天是阿都运动会。好，非常明显的，我们现在在这个场地之后，我们要打的是什么呢？羽毛球。Hello。那我们就要打3-3的篮球赛。Yeah. 那平常呢，有一位朋友他非常喜欢看篮球，然后对篮球非常有研究，就是米诗。我本人没错。所以他今天当然是球评的角色。不是啦啦队吗？可以啊。哎，你带球跑哎、欸。犯规。你运球运球，米诗问我。有没有看不到哪根线？哎，双手运球。好的，那我们今天要打的是3-3斗牛。那因为扣掉米诗，我们剩下5个人，我们就要少一个人怎么办呢？我们今天要找一位非常厉害的球员，让我们欢迎台啤一哥蒋玉安。他的手臂，他的手臂，是可以的，往前，然后先篮球啊，你可以往前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冷静，冷静，冷静，我们冷静好不好？他的老婆跟小孩在那，先不好意思，欢迎蒋玉安。今天听到他跟我们打篮球，第一个反应是什么？我觉得就会非常有趣。跟我平常打的球完全不一样。那你知道我们今天为什么会邀请到蒋玉安来吗？因为其实蒋玉安是今年金牌One的代言人，掌声！所以我们就要喝了金牌吗？是的，没错。他不只要挑战金牌One的理念之外，他要跟我们这一群不会打篮球的人打篮球。对，因为他金牌今年的理念就是呢，我们要挑战一切的不可能，对，勇于尝试，开启一切的可能。是的，一个不小心他就被开启了。哎，出来了！哎，你说开启一切的可能吗？哎，我先问一个问题，我们这5个人，你想跟谁一队？我可以跟你啊。好，那你们两个，每队啊，每队啊，来这。对呀，你也是配对哦。我们像你们来分队嘛，配对节目。来，黑白黑白一样的一队，两个先出去。黑白黑白一样的一队。哇！哇！哇！太好看了，这个分数。你好，安安队。我们是台湾白兔队。各位收看转播的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第一届阿都运动会之3-3篮球 PK 大赛，我是你今天最不专业的球评阿米斯。好，这样有非常不专业的球评，那一定有非常不专业的游戏规则。今天游戏规则呢，3-3篮球是抢分制，上下各5分钟，最高分的组别即为优胜。只要你不是很明显的带球走步，我都可以假装没有看到。不能抓头发，不能肘击对方，不能用拳头，不能赏巴掌。但是，可以用爱的战术。不管你是要抱对方，还是牵对方的手，甚至是拉对方的小衣服，这些我们通通是可以允许的啊。不然就口令可。主播呢，这边先引用一下我们今天的赞助金牌One。我们的金牌One怎么样？因为它是零糖脂的，所以喝起来非常的清爽。而且我跟你们说，它是100%小麦制作，喝得不会胖，低热量，赞，好爽哦！有哪个工作来点边喝酒的呢？就这里喽，金牌One，赞！好的，我们现在场上呢，只有阿拉是有认真打篮球的，其他5位呢是要认真摸男生的。好，剪刀石头布。你知道这什么意思吗？什么意思？你被我掌握了。进球了！我们在哪里？等一下。好的，现在目前呢是由白队的球。好，开始。拿去，快点！瑞莎的脸上，那不过好险，瑞莎的脸是没有动过的，好险不是打在洋洋或是可谦的脸上。有这个好的 pass， 有，搞不清楚自己的队友是哪一个了。这里，快一点！逃，直接逃！跑啊！你们用的。
好，这是一个装可爱的战术。这里阿拉斯，我们是同一队的。好。恭喜阿拉斯获得了两分卫绿队，争取到两分。好，2-0。显然这场上的五位选手平常都没有什么在运动，场上才5分钟。先不要再叫了，太累了，叫饱了。球评，我们可以多个新的规则吗？只要有哪一队是叫一叫出声，那个球就直接给对方。好，叫哎，要不要做一个这个甄选？6个人都好就好。可以。好了。不是洗球了，洗球先洗。好了。好，目前白队得到了2分。外线接过一下好不好？刚刚8号选手是有做一个尖叫的动作，所以我们现在持球权在白队身上。我相信大家看得出来哦，全场最卖力的应该就是有阿拉斯的啦。可以开放声音吗？可以。把尖叫的规则拿掉。太棒了！好的，好，我来。又可以叫了，我们现在尖叫的规则又减去了，我们就是一个这么随便的团队，没有错。加入了 SBL 台啤之后呢，在篮坛其实有非常多的贡献以及辉煌的成绩。你摸我心脏好快哦！哇，我是不是很累？是因为我摸你才快，还是有一点？哎，我真的好很多了，哎，真的好很多。哎，快点！直接了，直接了，都。最后的压哨，我们看是谁投进呢？来过半场，过半场，来，阿拉斯，没有，3-2-1。我在这里宣布比赛结束了，你们赢了啦，好不好？基本上我们应该是用美色啦，姐，你的那招，等一下，把我用回去。谢谢，在外面吗？谢谢，在外面吗？我们的战术就是，我跟阿拉斯会轮流抱住一个人，然后让安安去一对一直接过他。可是搞不好也会被抱住啊。我觉得安安比较想要被抱住吧。你可以背我上篮吧。你把胳膊转转。换你洗。啊，球。球马啦！起球！起球！哦，好强啊！快点！拿到球，陈瑞莎投，陈瑞莎再投，好，不进。现在是绿队的薛薛拿到球，传交给阿拉斯，那阿拉斯站在三分线外2分线内投球，玉安，不要投！充电哦！刚刚陈瑞莎是做一个握手充电的动作，这个要求非常好，非常的合理。今天呢，阿拉斯算是对绿队来说是一个得分非常多的选手，有做出了非常多的贡献。
交给萱萱，再交给玉安，要进行一个中间切入，两分上篮进。蒋玉安选手呢，不管是中距离还是远距离，都是非常有水准的一个射手啊。他目前是我们的控球后卫。哎，你们安，你真的很厉害，安。谢谢谢谢。来，我们的球，我们的试试。现在换摆，先摆一个 pose， 非常漂亮。态度态度。玉安也不遑多让。陈瑞莎和追求有没有进到？好。玉安人很好，又把球给了陈瑞莎，陈瑞莎进两分。啊！哦，没有，不见了。哎，我们的吗？哎，是我们的吗？我们的，我们的。你开出去了呢？那我们会怎么样吗？哇！学手带火锅，杨洋发动一个。投手，投手。这里，这里，快点哦！我们这里是在反手哦，不是哦，三重啊，三重，三重，三重，啊！你就进好不好？快点！来，我们先看到，自己快点！你看他们现在场边这五位有没有气喘如牛？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他们喝到昨天凌晨三点再喝啊！你可以防守我吗？防守，防守！小先生，等一下，那边太阳带大楼站这边。阿敦，你自己好不好？你不要。给你，有。没有看到，再一次，再一次，傻瓜妞，傻瓜娃，太好看了，有了，哇，防守，快点防守。好，拉起上来，再点，再来，学上来两分。目前是拉开了一个12-4的八分差距。什么？还有几秒？还有几秒？40秒。姐，快点！你的手掌呢？阿拉姐啊！啊！有信心，有信心。好，我等缺的三分线内，两分带球上篮，两分没有拿到，现在分数。差八分，时间来到最后的15秒，最后可谦投出两分球，没有进，最后的5秒，4、3、2，三分球，好，比赛结束，12-4，恭喜我们的绿队获胜。好了，你好，你好，安安。访问一下那个白都队，白都队讲不出话来耶，而且你的妆已经流完了耶。我觉得有一天还蛮开心的，什么？就是可以摸到一些肉体的部分。安安来这里，这边，好累啊！你这样的脚是不是很酸？不啦，结束了，而且这个比数呢是12-4，由我们的你好安安队获胜，恭喜啊！获胜队可以获得我们的金牌外一箱，而且是一人一箱，而且是要现场喝完。现场喝完，那个优胜的队伍还是有分享给大家了，所以大家都有那个一人一瓶。因为呢，其实我们的金牌万呢，它是低热量、零糖脂，而且非常的清爽、轻负担，不愧是我们的青春系啤酒呢。掌声鼓励！对，而且今天真的非常感谢安安带我们飞，因为平常我们真的是不会出来街头打篮球的。真的，因为金牌的理念就是 Let's go one。去尝试金牌万，开启一切可能。今天是不是够尝试了？有。白都队，你们今天即使输了，感想怎么样？你
你得4分。哎，对啊，而且重点是指甲没有断掉哦。而且我跟你说，我们态度没有输，而且我们还得到了安的安慰拥抱。对，重点是这个局是很多一些你知道小互动、心灵上的安慰。我觉得不好意思啊。你刚刚说这个局，哇，这是篮球比赛，因为什么喝酒局是不是？而且这啤酒可是100%国产小麦酿制哦。而且现在各大通路都有贩售，大家赶快去买起来。而且现在啊，金牌万在全台还有巡回试饮的活动哦，到活动现场只要有互动都可以获得独家赠品。对，想获得更多试饮场次的资讯的话，可以上我们台啤的 FB 粉丝专页去看。谢谢安安，谢谢，谢谢金牌万，谢谢。不然我们就那个口号的 ending 来围住安安结尾好了吧？好 5, 6, 7, 8, Let's go one， 去尝试金牌万，开启新可能。Let's go one， 有他有摇摆哦，他有摇摆。太急了吧！太急了啦！对不起，我没有尝试，没有感受到。你看他们跳的是防守的舞蹈吗？没有，起吧！防守，防守，防守。谢谢各位，我们阿都运动会下次见，拜拜，谢谢。防守，快速防守，快速防守，快速防守。不安小姐。请你收好，再说我们一些小战术就到了，而且它也可以两边哦，做肩膀的滑水衣。你看我们累得跟什么一样，然后小王还在投球，他没有流汗呢。可是你先听一下，看你队友心脏。哎，不怪哦。